董会要讨论的议题，其实是由大部分是由董事会来决定的，谁可以来担任公司的董事、监察人，而这些人是怎么样的产生出来的。那他们呢要来担任公司的董事的话，他们呢就必须提出所谓的院内同意书。那董事呢，他可以在公司任职，也就是说他可能是公司的总经理、经理，甚至于只是一个工作人员，一个是自然人当选，一个是法人代表人当选。所以当他们要这个董事长解任离开董事会的时候，他们采取的方式就完全不一样。第一个是他有财务报表、公司财务报表相关资料文件的审查权利。第二个，他也有召集股东临时会的权利。如果我们公司呢跟董事之间呢有诉讼的时候，他就是成为公司的那个代表啊。我们要聘请谁来当我们公司的总经理？那么他一个月的薪水是多少？我们觉得这位总经理不适任，我们决定把他解任。这些就是属于董事会的权利。因为在董事会里面，大家算的不是股权，是算人头，一人一票决定说他们要开董事会。那这样子可以避免董事会不作为，该开的会还是要开，该做的记录还是要做。你可以把它开的简单，但是呢，必要的程序都必须走完，尽量避免用所谓的书面文字或者是几个人讨论讨论就当做一个。这个在我的实务经验上面，经常看到有的公司因为董事会、股东会没有开，就后来会造成比较多的问题。